接下来叫做“绝句”，非绝句啊，就是如来觉悟世间人。这个“觉悟”是当作动词用，如来积极的说法“觉悟世间人”。这个“绝句”就是如来说法“觉悟世间人”。世间人啊，非绝句，其实啊，本性具足，不能说就是觉悟世间人。因此啊，佛。 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接下来就是看我们个人怎么做了，看我们个人怎么做，怎么啊、呃、有善根。因此后面又讲到，诸位大、中、小的根器是没有办法勉强的讲到能决定的。最后就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说后面的讲说，啊有小胜根器的人听到不尽苦空无常无我。 的道理，全身寒毛竖立，非常的相应，非常的相应。你跟他讲啊，中根的十二因缘呐，或者是跟跟跟他讲菩萨的六度啊，来自如来的一十相，他不能信受。这个生生世世所修的，都是不尽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的道理，因此他非常的相应，非常的罚喜。 啊，我也曾经啊跟接触过这一些专门是修内观或者写小圣的，他他们对我们这个呃大圣佛法呀，实在内打从内心里面的应该讲，就是不认同。他们认为大圣佛法是非佛所说的，所以那个观念是强到我看到这个《南严经》后面那一段，快后面呢，哦讲有。 有有一点有一点呢，到后半段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哇，这个佛生生是伟大，啊，那么有有的人是如来的根器的，啊，他讲这个上最上升的见性大法，他讲你跟他讲不重不净苦空无常无我，哎，他他认为不受用，啊，你跟他讲十二因缘无明行事名色例入触受爱妻有生老死，他也不受用。 你跟他讲菩萨啊，不思持戒啊，忍辱精进禅定般若，他说嗯不错，得相应哎、啊。但是呢，他也不会去学习。最后一讲最上善的无上当下的东西，哇，他恍然大悟。佛在后面讲，这个是如来根性者，这术士无量劫来学习大圣的思想。 所以，究竟的伊犁啊，对这些小圣、中圣、大圣都不满意，他一定要最上圣，他才会法，才会充满的法的喜悦。所以我看了这一段以后，哇，我们的世尊真的没有话讲，这个世间连修行人都都看透了。哦，原来小圣、中圣、大圣、最上圣、如来圣的这个。 这这个根据佛都在经典都讲得这么的清楚，因此啊，法勉强不来，勉强不来啊。这句整句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来觉悟世间人，这个法其空无自性，当体就不可得，就非截局。所以啊，方便说如来觉悟世间人。 何以故？本性具足故，不能说结世间人啊，他本来就有觉悟的。如来是之觉性。接下来动具非动具，这个动就是众生啊，来来往往到，六道来去生灭增减，叫做动。简单讲，我们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。我们贪婪这个世间，最贪是生死的根本。 贪是生死的根本。诸位，如果你执着自己的法是永远对的啊，无情的批判别人，你一样落入生死的根本。记得师傅这句话：法一定是来解脱自我的，不是来。 骄傲自己的，跟拿来跟别人比较，或者是你拥有这个法，变成一直去否定别人，所以肯定否定是代谢之词啊。你肯定自己，你就否定别人，没有包容性，那么作为这个是生灭代谢之词啊。如果你有如来的根基那么学会的包容，那么动当下就不动，因此啊，连法。 不能够立，不能够着，不能够着，这个是修行佛道很重要的态度。修行佛道非常重要的态度，就是一个修行，真正修行佛道的人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二六十中，除了自我降服以外，那么外面的别人的修行道场、八大宗派，你要念什么佛，要拜什么忏，啊，要修什么宗，我们都非常的尊敬你。 一草一木都有它生存的空间，人应当互相尊重。人应当互相尊重啊！接下来，众生往来诸去，这个叫做动，啊，动去。非动呢，就是四禅天，初禅,禅,禅、二禅、三禅这四禅那个四禅，这个动就是四禅的不动地。念四禅的不动叫做非动。 哎，非动，所以众生的往来诸去，这个动机以及市场的不动机都空无自性不可得。所以这个应该讲，这整句贯穿起来讲，佛说动句、非动机当体即空，都不可得。 啊，并无动机跟非动机，究竟之处，皆是一心，皆是真如，不可得。方便说有动机啊，凡夫的动机，还有四传的不动具。要这样念啊。接下来叫做根据非根据啊，这个根是指六根啊。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，众生呢执着这个六根为我，没有一个众生不是执着我啊，不是执着眼耳奔，呃、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没有一个众生不执着这个，凡夫着于六根，所以众生的六根执六根为我。 因此，没有一个众生不是说我在看，我在听，我在比啊，在笑，我在尝这个味道，我生了在接触。没有一个众生不是这么执执着的，所以凡夫早已六根，众生执着六根为我去啊。其实啊，物应本来就空啊啊，哪里有六根呢？啊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非根据，非根据。 说凡夫早已六根，众生执着六根为我具，其实当体即空，非根据，是名根据，有为具非有为啊，非有为具啊。这个有为是指五地菩萨，他要世俗立身，要救度众生啊，是世俗通。也，菩萨有两种智慧，一个是全智，一个是实智。 啊，全知就是世俗通。啊，菩萨要度众生，必须通达世俗。所以，你今天书读得多的时候，天文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科学，乃至于电脑，这有朝一日你能明心见性，有朝一日你能明心见性，这些才干就全部可以拿得出来度众生。 因为可以是世俗，而没有任何的障碍。比如说，你英文非常的厉害，很溜，啊，当你学佛以后，你这个英文非常的强，那很好，你可以去读英语系的国家，师父就赞叹你，赞叹你。那我生长在汉地，那没办法啊，用英文。 这用中文还行啊，因此呢，呃，你有任何的身上的才干都没有关系，公益也好，导游也好。 啊，你这专柜的化妆品也好，没有关系啊。比如说啊，人家来专柜啊买这些化妆品，说：“哎呀，姑娘，你怎么长这么漂亮呢？”就是啊，我学佛，我我学佛啊。诶，你这个化妆以后啊，你学习我听听看啊。这个法师讲的光盘不错哦。嗯，啊，心碎狼的碎，心漂亮人就更漂亮。所以最了不起的化妆品是内心稳定。 那个展现出来的五官，如果你常常生气呢，你你会短命，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射受，对不对啊？来来来立身，对，你跟众生一接触，动不动就生气，人家怎么会听你的？就是只会听你的吗？你用大声的吼叫，人家怎么度众生啊？对不对？要温文，要儒雅，讲话要知进退，有礼貌。 知书要打理，这个世间法也是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世出世间法本来无二法，皆是第一地大法，通通是第一地，看你怎么用心的。所以开悟的圣人也不能离开这个世俗的通达，开悟的大圣人如果离开世俗的通达，你你你怎么度众生呢、啊？所以师傅呢，啊，也不是专业这种网站呐、啊、网络啊。 啊，我或者是说，哎，呃，这个呃，这种种的技艺呀、啊，啊，我我只懂得一点佛法，哎、啊，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么你有特殊的技艺啊，你比如说你画画画画画很棒，你可以画画佛像，哎，不错。如果你的歌唱声音非常好，哎，那么就是唱清清净佛，哎，清净佛啊，毗卢遮那佛。 哎，给人家听听看也也不错啊，声音也是一种供养，画画也是，把世俗的转化成佛事，都可以利益众生。所以，因此啊，不管你站在哪一个岗位和时空，你有特殊的才干，就把它啊，把它汇汇汇归来。以前有一个中医师。 啊，以前有一个中医师，那时候我在台中念书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中医师来请示师父，说我的中医师应该怎么做？我对佛法、啊、有有一点概念，我觉得佛,佛法很好。嗯，那么你我说你在当中医师的时候就把脉，把脉的时候就告诉他，嗯，这个脉有两种啊，一个、啊、是有形的脉，一个是业力的脉。有形的脉呀、啊。 你用药可以治疗的那个无形啊，就是没办法。你要劝劝人家送送药师经啊，送送观世音菩萨补门瓶啊。哎，这个中医师说：“哎，对哈，我也做了中医师做了这么久，有的病实在是不好治疗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现在多了一个佛法，哎，更好治疗众生。所以我就叫这个中医师啊，你劝劝众生啊哎。” 念念观世音菩萨、药师佛啊、阿弥陀佛啊，更有时间送送金刚经》，拿这个录音带啊、佛书给人家看，哇，太好了！所以这个有为具啊，啊，就是五地菩萨色俗立身通达于世俗，啊，能够善巧方便的救人。虽然是五地菩萨色俗立身的世俗通，但是他当体即空，不可得。 所以方便说它叫做有为句，那么无为句呢？其实出世间法说无为句是出世间法，啊，出世间法的无为，其体性本空，这个非无为，在这里要特别注意，千万不要找一个观念说有一种东西叫做无为，无为在形容无所为、无所作为。 是本性具足那一种解脱的状态，就是本来记住有磨合、般若那种无为，不是有一种形象东西可以去执着的这个无为。因此，佛说出世间的无为法千万不能执着，因为无为法也是本空，叫做非无为法。 佛说出世间无为法，这是方便当体即空。方便说这当体即空，叫做非无为法。非无为法就千万不可找一个非无为法，千万不可找一个无为法。是名无为法啊！这样跟人家解解说佛法，说有有为，还有一个无为。为什么连无为法也不可以执着呢？啊，也是相待而成，有为对无为法而成的。 无为法对有违有违法而而成的，你你为什么讲无为法？因为有有违法的衬托，所以无为法也是有比较啊来来来一个观念。有为因无为，无为而因为有为。好，这就诸位嘞。先举一个例子，也许你听不太懂啊。你你是为什么是女人呢？因为你不是男人。 那我为什么是男人呢？因为我不是女人，你是女人，我是男人，对不对？呃，你是有违法，我是无违法，有比较而来的。好，那有一天呢、啊，死了以后，五蕴皆空啊，化作骨灰了。我们去现在讲求环保，把这个骨灰去种种树啦。好，诸位，哪一个是男人，哪一个是女人？对，现在进入绝对的真空状态，哪一种叫做？ 呃，有为哪一种叫做无为？所以，凡是有语言、文字、概念、妄想所建立的东西，表象的法，通通要舍，通通要遣，找不得，找不得。所以这句说出世间的无为法啊，不可以找一个出世间的无为法。 方便说叫做无为法，因果句非因果句，因为前面呢、啊，啊，大会老是问何因何故啊，是大会啊一百零八问里面呢、啊、所问的是出世间法。 大部分都是这么问：是何因怎么样怎么样？而何故怎么样怎么样？也就是啊，是出世间法的因果，所以这个因果就是啊，大会前面所问的是什么何因，又是什么何故？这里就是问一百零八问的是出世间的因果法，叫做因果句，非因果句。 佛说因果，因果当体即空，因不可得，果空，果不可得。但是呀，仍然对因果要负责任啊！对妄想执着、颠倒的业报众生，千万不可不重视因果，所以不重视因果就麻烦了啊！所以说呀、啊，因果具当体即空，非因果具法。 是明因果，你还是要重视这个因果。是究竟句，非是究竟句啊！佛的报身不在人间成佛，在是啊究竟天成佛啊！是究竟天就是是禅天最高处，是究竟天。 这色就今天成佛，佛的报身为什么不在人间成佛，而在色就今天成佛呢？啊，佛说色就今天成佛的报身仍然空无自性不可得，所以、啊、也非色就今天成佛，那是一种方便诸度大菩萨。诸位，色就今天所住的，这里啊重要的观点都是视现的大菩萨。 在等待最后的成佛，啊，所以这个叫做世，救。为什么佛要事现那个报身佛呢？那个报身佛呢，一个头呢比地球大，不是人间的这个丈六进身的。哎、啊，那你没有办法，那用人间来猜测这个报身佛，所以呢，啊，佛为了度那一些啊极地极地的菩萨等级的菩萨。 要在成就今天实现。接下来，节气非节气啊，这个时节的因缘，像印度啊、美啊啊，一年有六个季节，每两个月一个季节，每两个月一个季节啊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啊，这样子两个月两个月。那么中国的春夏秋冬呢？ 就以三个月，春天三个月，夏天三个月，秋天三个月，啊，怎么样？冬天也三个月，哎、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这个季节，那么，那么包括了中国，子丑寅卯，一子丑寅卯，啊，中国就十二个时辰了，子丑寅卯等等，单单有十二个时辰，加起来二十四个小时，而、啊、印度，啊。 他们的时辰也不一样，季节也跟我们历算也不一样，啊，所以啊，包括欧美啊，他们是用时钟季节，然后更更加的用秒，用几秒几秒来计算的。因此啊，中国的、印度、欧美啊，这些季节所设定的都完全不一样啊，因为地球的纬度也不一样，地球的纬度也不一样。 啊，像我们现在呀、啊，啊，高高雄，你看十一月份了哈，十一月份了啊，我们在这里啊，嗯，还二十九度。我昨天看这个新闻报道啊，啊，还二十九度。那你要看到这个俄罗斯啊，那个报道也就接近零度了。哦，同样做一个地球啊，就就完全不一样。那接下来。 丛树葛藤聚，非丛树葛藤聚。丛就是丛林，树就是树木，葛藤就是蔓草。佛说丛林树木葛藤这些法，其实当体即空，空无自性，不可得。方便说就是丛林树木蔓草，因此啊，一定要了解诸法空无自性的道理，空无自性。 才能切入究竟第一的实相，所以，在座诸位，你修行要抓到一个关键，就是无法不空，没有一法不放下，空无自信就是空，没有一法是真实的。所以六祖讲的“万法无有真呢，理假一切真”，万法无有真，万法没有一种东西叫做真实的，因为它不能永恒存在。 离假一切真，离假不是啊，离开那个假象，是内心不铸造假象。你不必啊，把这个相破坏。万法无有真呢、啊，离假一切真，这个修行的关键没有抓到的话，那你不晓得什么叫做梦中佛是什么叫做水中月了。 所以，因此，什么？呃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也不了解世尊的用用意是什么。诸法空无自现，你可以讲它是如幻，你可以讲它是如梦，你可以讲，因为什么叫空无自信？因为它刹那生灭。为什么诸法空无自信因为它无常。为什么叫空无自信因为它是缘起条件所构成的，啊。 因为为什么叫做空无自信，因为在万法皆是败坏之相。为什么叫空无自信，它没有实体可得。为什么叫空无自信，因为它不可能永恒存在。为什么叫空无自信，包括我们的起心动念，通通是缘起性，通通是不可得。那一颗意识心仍然是空无自信，所以外面。 空无自性，不是指外面的境界空无自性，而是包括我们的起心动念、妄动、妄执、妄想、无名，都是空无自性。换句话说，你所有的执着都没有任何的意义，都执着都没有任何的意义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，是如梦幻泡影的世间。 入梦幻泡影的世界，因此来到这个世间呢，啊，一定要认知、确定了了悟的啊佛法是什么。好，翻过来注释，一百四十页，记记记就是记别，就是受记的意思，啊。 即受记的意思，这前面第九十三问：善是不涅盘，谁当持正法？意思就是说，哎呀，善是跟如来刚好是对着。我是如来成如实之道而来度众生啊。善是，呃，善就是成如实之道而离去。哎。 成如是之道而来，等同如来；成如是之道而去，善事是就是去了。这这这的善事跟如来刚好是一对了，一个是讲来了，一个是讲去了。啊，这如来这个善事的旁边写两个字，叫做如去。你在那讲如去啊？大家一般没有这个概念，一般讲佛啊跟如来，大家听得懂。 其实善事就是如去，臣如实之道而去，虽去无有能去所去。你讲如来，全世界的佛弟子都知道如来就是佛，佛就如来，可是没有人讲如去呀、啊。这里善事就是如去，臣如实之道而去。啊、哦，所以为什么你要听经闻法这增广见闻？哇，你这听了以后。 哇，这个就从来没听过。至少啊，你跟啊朋友啊聚在一起，你总能说上两句呗。哎、啊，就是某某人啊，你是不是佛弟子？是呗，我是佛弟子嘛。啊，呃、啊，什么是如来？哦，如来成如师之道而来，什么叫善事？啊，成如师之道而去。哇，你亲近的上人是谁？哇，这么会讲。那么，啊，某某呢？我再问你一下，说哦，再讲下去你听不懂了，不要再问了。 因为，因为我们懂是懂得，刚好听到这两句，啊，再问下去就听不懂了，哎，所以说，善世波尼盘，谁当持正法？如果如来消失在这个世间，那其实是从来没有消失过了，谁当持正法呢？此为问，即别身后之事。 一禅题句，非一禅题句；女难不难句，非女难不难句。一禅题及女难不难，指前面第七十六及第七十七问。这云何一长题难你即不难？味具味是指肉味。应前面第八十五问。何因故食肉？盖凡夫执这个肉味为味中之肾。 故因贪味而杀生，今特举位以禁，令人勿以贪味而杀生。所以在这诸位啊，如果你是学佛者，学佛者，呃，你呀、啊，如果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吃素，那么啊，你要试试看啊，先学习不要杀生，啊，先学不要杀生，接下来是。 四句，四为世间之所作，指前面第十六问，银河所作身，唐译作作句，身句，身是指如来的三声，绝句，绝是指第四十问，银河绝世间，动句，动是指前面八十问，众生生诸去呀。 生诸气就是六道轮回啦，啊，盖众生往来就是动，也就是寒舍前面第三十四问，银河是不动之意、啊、根据根为六根呢、啊，众生以执持根身为我，我所啊，所以有往来诸气之事。有为具，有为是指前面第一百问之云何是俗通？是俗通为五地菩萨涉事立身之用。 顾名有为，所以在这诸位啊，再再强调一下，你有什么特殊的才干才能？你只要一转化成邪佛，就变成可以度众生的工具啊！比如说，你是个导游，对不对？ 哎，那就好办事儿啊！带到佛教的圣地啊，哎，总能说上两三句啊。你看到阿弥陀啊，阿弥陀是世界级的啊啊，极乐世界的一个教主啊。这我们我们到千佛洞来啊，这是什么手印啊？一讲哇，头头是道。这个导游不简单，哎，导游不简单，所以很多的导游来到这儿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对佛教认识一下不错啊。你做导游的人就不必要说。 哦，你参访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啊，那么还有佛教，你总能说上两句啊。你来今天带团到文殊讲堂来，总得研究研究，不是研究研究哈、啊，是研究研究，这是一定要念重一点啊，要研究研究，这到底佛教讲些什么呢？对你将来收入啊也不错。 人家哎呦，将来要来台湾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指定某某一个导游，这讲的太好了，讲的太好了。所以啊，你呀、啊，是否可以增广见见闻，也可以增加你的收入？哎，所以说，不管你是什么职业行业的，都可以。但是有一种行业呢，非常敏感，有一个徒弟呢，呃难中的，他当老师。 他当老师啊，他当这个老师呢，啊，他来到这里，他在台东教书。台东啊，都是原很多一些是原住民的啊。原住民的时候，他进去上课，在上课啊，他怎么样教呢？啊，今天我们呢、啊、来抄啊，也是原住民啊，有时候啊会考试考得不好犯错，我们今天来抄《波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啊，他就。 这叫他超波罗波罗蜜多心经》。哎，还有一个、啊，如果说犯错了，就这样“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摩诃萨”。那么观世音菩萨诃萨，我说啊，你要小心哦。很多的原住民啊，都是基督教的哦。你这个干老师的人啊，把这个宗教啊切入，虽然你是好的心哦，你真的要小心哦。这个很快啊，家长就会去投诉了。 他说：“哦，这样子哦。”我说：“你要赶快踩刹车，这个宗教对一个一个学生来讲啊，是学校所禁止的，禁止的，因为他还没有啊很成熟的思想。他不是大学，大学里面有社团呢、啊，大学里面有有有一些社团呐、啊，啊，就登山社的啦，舞蹈社的，哇，大学的社社团五花八门。” 数独社的啦，电脑社的啦，软体的啊，还有还有一些唱歌仔戏社的，啊，我是林 baby 呀，给三光、哎，他还在唱歌仔戏，哦，还有那个是大学的社团，什么都有，哎，我就告诉他，心智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，你给他安上这个宗教，你会出问题的，哎，果不其然。 没多久啊，人家家长就去投诉，因为学生回去会讲啊。我说你看，我就早就告诉你了，是不是？你当老师的时候，你要把他带进去，完全是佛法，这这个是会害到你的。他就哦，我赶快踩刹车。然后,后来他就是解释说没有啦，我是增加一个学生的啊，一个一个抄，一个《波罗心经》两百六十个字啊，就刚刚好抄一下。我没有宗教的，我说你赶快否定，要不然你你那个。 薪水啊，你马上就会断吹不骗你的。哎，他就立刻听我的话。这个男老师啊，哎，后来要保得住饭碗了，人家去投诉他。<laughs> 啊，所以说是要要看你把这个佛法带进去这个这个世间，要看情形。啊，接下来无为句，无为是指前面第一百零一万支银河出世间，一百四十一。 因果句大会百八问，所问是出世间一切法，大部分是问何因何故啊？银何也就是结果问因啊，因此可以说是百八问中最重要的，就是问世出世间一切法的因果。因此有因果句的建立。色就近句，色就近，只色就近天为报佛。 成佛之所，此为应前面第九十二问：何故色究竟？离欲得菩提？诸位很简单，为什么佛要在色就色就今天实现成佛？很简单，都是度那些准备成佛的大菩萨。这个就是最大的目的，要在那边受记、灌顶、摸顶。现在好了。 很多的啊，这个这个团体来来，大陆团体来参访世界各地来参访，他很聪明。哎呀，师傅啊，我们要喝个影，行。啊，师傅，麻烦你给我摸个点。嗯，行，那、啊、没问没问题，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呃，满大众生的宴啊，菩萨所到之处啊，皆令众生生欢喜心哦。 是不是啊？所以有的人就说很赞叹师傅，就说哇，不，你不管是台湾呐、啊，世界各地，为什么你的弘法都这么的多人呢、啊？我说我一定坚持几个原则：一，一辈子不造口业；二，我绝对是随喜；第三，我不抢走人家的光环，不挡住任何一个人的视线，我行事非常低调。啊，那你怎么来的呢？说我是跟广化律师学来的。人家问说。 啊，师傅啊，你六十大寿到了，我说大寿就大寿喽，有什么了不得呢？啊，时间空间都是如幻喽，啊，人家问广化律师说，啊，你的生日是几号呢？哎，人家慈律的在这告诉他，我的生日，观世音菩萨诞辰,辰，这就是我的生日啊。我就问他说，哎呀，师傅啊，你的生日是几号呢？啊，你不要问我这个。 观世音菩萨、啊、圣诞就是我的生日，因为那一天要上供。这广化律师他就是不麻烦人家，啊，一个这样一个吃力的大修行人，他绝对不会去重视这个生日的啊。接下来啊，那师傅要准备什么吗？啊，那就就看看吧，啊也就方便一下就行。那问他几月几号，他都不讲。问他哪一天，他就啊，观世音菩萨圣诞。 他说，就就是我的生日。那么，呃，前几天呢，有的人告诉我说，师父哦，啊，人家说哦，你六十大寿，一家子哦，这个可不得了哦，是很严重的问题哦，希望啊，你能够啊，请客半桌，啊，半桌，然后呢，怎么样呢？哎，不要当生，啊，当生。 但那么那么大陆来的他听不懂，当时就是吝啬的意思。你千万不要吝啬。我啊，就跟这个法师讲啊，这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。我们亲近的是广化律师。记得有一个高僧哎，应该应该讲是说名声啊很很强的一个长老啊，七十大寿，他办了多少？他办了一百多桌，还请人家来跳佛舞。 唱歌佛舞啊，是不是、啊？有余性的节目，当然余性节目是比较类似佛法的衔接的上的了，不是那种迷你之音了啊,啊。这样子一百多座，七十岁的大寿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出来的时候，人家哎，很自然就是说，哦，某某人呐，啊，这个长老啊，七十大寿的办了一百多座，到今天为止，人家都在传，一百多座。 所以，我跟那法师说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你一桌五千块，对不对啊？一桌五千块，我请了四十桌，才二十万，这个我付得起呀、啊，我绝对付得起、啊。这个问题是观感的问题，在生命当中会留下一个印象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说，哎呀，慧理法师在那六十大寿办了两百桌，哇，冷百的的。 传到我死的时候，人家会说他六十大寿啊，哎，怎么样，办了两百桌大寿，就是大批的野兽咯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生命当中啊，不不不想留下这个，所以啊啊、呃呃，五号来的时候啊，怎么样呢？啊，就就这边左右那边排两排，那边排一排，没有办法在在这个五楼了。 五楼是会客室啊，五楼会客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到一百个已经够 over 了哈。那一天来，如果来五百个的话，不是说我怕啊，大家去上去五楼，是因为这只电梯会坏。这只电梯只能容纳八个人，五百个人上去，再五百个人下来，上去下来上去下来，一下就爆掉一百多万呢。所以这只电梯会很感谢我。 把它超死了，这只电梯。如果生日那一天不在大殿的话，哈，我告诉你，没办法的哈。福建七十几个人来，啊，还有还有人苗里，有有辆车来，这是我们这个义工来。我相信那一天来大概会有四五百个人，那好几百个人，你这个电梯怎么做呢？上面的客厅怎么做啊？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的，啊。 啊，为了省这个，怕这个电梯呀、啊、搞坏掉，哎，所以我们就很单纯的啊，你来给师父祝寿，我很感恩你啊啊，你的好意我也不能不接受啊，可是我又不想铺张，生命当中留下一个很奇怪的，当然这不是污点呐、啊，这留下一个很奇怪的话头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慧理法是生日办两百桌。 阿弥陀佛，oh, me, <laughs> 这这这个一辈子都念念不忘，我受不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传出去，你看，哎呀，人家慧律法师很低调，就在大殿磕个头，把所有的供养收集起来，啊，哎，人家就是师傅。 你什么币不收？我说我什么币都收，你放心，日币、港币、新加坡币、人民币、台币、欧元、美金，我通通收，集合起来再拿去印楞严经，借重这个因缘，再继续为大家赔付，因为我要复因果。哎，我认为我这个过的生日就非常有意义，所以我不办桌。 不是我吝啬，是那个观感，因为你亲近的是持律的，啊，你这样搞，人家广化律师都不这样搞，你这样搞下去，那个形象啊，怪怪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供养精神收起来，对不对？给大家一个见面的，一缘，都在大殿啊，一起来拜拜佛，啊，收起来，再去刻录《阴缘经》，啊，这个这个《楞严经》，所以。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种理念啊，也也也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，这个不是不请客的问题啊，吃饭这个是很简单的。既然凡所有相，就是虚妄，我们这个世俗的凡所，繁文缛节就省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那个呃，北部游览车来，我们第一句话就跟你讲，没有便当，不准备午餐。 你自自己筹备，啊，人家搞了这么远来啊，还还祝寿的，我们还是直接告诉他，你这样应付不完了、啊，通知下去全世界你还得了？不要这样子，所以重点在收红包，把他再去拿印冷眼睛对不对？替大家做功德，我今天不得不在这里讲我的理念，跟我的。 啊，看法，因为怕大家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接下来啊，是何故是究竟理欲得菩提？接下来结句结为十解，是指前面第七十五问：银河六结色，重塑葛藤句。 啊，这个充数葛藤呢，指前面第七十一问的之云何为灵数，云何为蔓草？一贯所谓如来受记，即如来所作化事之想，就是四句、三声句、绝世间句。 佛一色就尽天成佛，以菩萨度生修正之事，有为句、无为句，以及众生种种相、种种根性、种种贪着、轮转一禅提句，女男不男不女句，未句、根句、动句及气世间种种现象结句。 充树葛藤记以及一切繁盛因果，这一切皆因众生一言所见，故现有。一言，就是眼睛有毛病。简单讲，就是我们的心没有智慧，迷惑。一言就是心迷惑的意思。 迷惑颠倒，就看这个世界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儿。可是这个都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假象啊！诸位好,好好的关照一下，哪一个人的色身不是颗粒微尘四大所构成的？人来自于微尘，最终究也回归于微尘。你爸爸妈妈死了以后火化，诸位是不是你看到都是灰尘呢、啊？ 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，这些都是到最后就是灰尘了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希望的，没有一件啊物质或者包括我们的心思妄想妄动，都是缘起性的东西，都是依他起的空无自性的故有具见立，这一切皆因众生一言所见故现有，就是迷了众生见有。 而圣人呢，见不可得啊，故皆有距距离，如果以净眼，净眼就是佛眼呐、啊。如果大悟见性了、啊，像六祖来讲啊，他就大悟见性啊，见到啊大圆满。密宗讲大圆满啦、啊。啊，那么有的讲真如啦、啊，有的讲阿摩罗视啦、啊，清净无垢世咯，啊，有的讲第一地咯。如果见到第一地大空。 以正言观之，这这一切本质非有，是哪一个相能永恒的存在？是不是刹那生命？是？是不是元气？是。那我们的五印，是受想行识是真实的吗？当然不是。火化以后，五印在哪里呢？剩下的就是业力了。啊 <laughs>，所以在这座这里还特别交代一下，我水陆法会跟大家开示的那一句很重要：人要学聪明。 你这一辈子一定要带走那个可以带走的东西，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带不走的东西，千万不能执着。金钱带得去呗？不行。孝子贤孙带得去吗？不行。你干到最高的领导者，官当的很大，带得去吗？带不去。你什么东西可以带得去呢？拜佛念佛，这个菩提种子可以带得去。 你什么带得去？听经闻法，学习自己的法身慧命，这个带得去。你拿钱出来布施，啊，帮助师父推广正法，这个带得去。你身口意完全清净，这个你带得去。身静、语静、意静，所以师父告诉你，在文殊讲堂里面，你记一定要记住，持戒一定要一百分，一句口业都不能讲，不能犯。 持戒，持戒，持九十九分是这持戒，我一句口业都不造，我1一百分，行不行？行啊，只要你嘴巴很紧，持戒，这个口业就一百分了。啊，这就作为一般你要去干这个杀道营啊，这个很难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修行人啊，大修行人或者是一个真正信佛弟子啊，干的这个恶业杀道营啊，你怎么会去杀人放火呢？ 对不对啊、哦？也许你会犯一点妄语，你做做做生意啊，会犯一点妄语，所以啊，大戒不犯啊小戒不断啦、啊，哎，就是众生呢啊,啊。那么，如果你有因缘碰到师傅了，好，人说师傅摸个顶，我用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跟你加持一下，诸位啊，大灌顶光真言五句，如果如果见真如自性了啊,啊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诸位。 可以灭五逆十二重罪，有的人啊来到讲堂啊，人家说：“哎呀，你给师傅摸个顶加持一下啊！”因为旁边的人啊，大人那个人嗯不要，嗯那个人不要啊，这、哦、是加持可以往生净土，为什么不要呢？可以灭五逆十二重罪推，推推向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为什么不要？师傅用功了四十年，摸个顶结个三年不错哟、嗯，他还是不要，嗯。 那我们不能讲业障很重了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我哎、欸，我们不能讲人家业障很重了、啊。我跟他讲、啊，师父摸个顶啊，持个毗卢遮那佛咒可以灭无量亿劫生死重罪。哎、欸，这这个、这个这个毗卢遮那佛咒一里面讲的嘛，五五念五气，五逆十二重罪都可以灭，对不对？啊，就看你的念念咒的功夫了。你也可以为他念呢，啊，不晓得你的念的不，会功夫怎么样，我们就不晓得了。 这个念要看功夫的，对不对啊？我就跟他讲啊啊，你加持一下，摸个顶，灭无力十二重罪，哎，然后我、啊、可以往生净土。后面讲往生净土喽。那你为什么不要呢？啊，可是有的人他就是不要，那我们也并不能硬把他的头按下来。你你搞我跑嘞，嗯。 他 <laughs> 也不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哎，也不能这样子，这样的把、呃、关系就搞砸了啊！这是一切随缘，是一切随缘啊。<noise> 然则聚与非聚相待而生，一贪无性。若正究竟抉择，则聚与非聚啊，并皆不利啊。全世双明啊，乃入如来无相大涅盘海。一百四十二页。 杂句非杂句，说句非说句，毗尼句非毗尼句，比丘句,比丘句非比丘句，触句,触句非触句，字句非字句。一句一句来解释一下：杂句非杂句，杂就是意呀、啊。 就是佛入灭以后呢，他们呢啊,啊，由佛的这个根本大法慢慢的啊分开来，变成了部派佛教，所以这个杂就是指部派佛教，这个意呢就是有种种的看法。诸位啊，单单借力，单单借力用、哦，就分十十八步哦。十几步的借力的角度。 切入不一样，为什么我了解戒律学就分成十八步呢？啊，因为广化律师呢，啊，在佛学院的时候呢，他教我整理这些啊，因为他很忙，他很忙，他就找找一个啊，认为程度不错的，就叫我整理。那这个律学，我就一直整理啊，然后我把它画画一个表格，画一个表格，嗯。 这长老看了，点头非常好，啊，啊,啊，非常。所以，单单一个戒律就分得十几步，每一个角度都有不同。所以师父在这里必须附带一下：如果戒律不回归心性，它会永远变成一种增值，因为判的罪。 啊，有的是断头罪了，有的是第二篇，有的是第三篇呢、啊，有的是第四篇。哎，在研究菩萨戒的时候，因为他他不一定是这样戒犯这样戒，因为他菩萨戒要来论断，或者是以比丘戒来论断，这个是很难去论断的嘞。啊，比如说菩萨戒说啊，菩萨食肉得无量罪，畜生无益啊，菩萨食肉。 得无量罪，畜生无益。啊，这菩萨界讲的啦。那诸位，啊，你的比丘界里面讲，如果有比丘出去托钵，托不到鱼呀、啊、肉啊，应当分给其他比丘吃。有有的比丘啊生病啊，你看看，两本戒律差这么多，两本戒律差完全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两本戒律不一样了啊！再来。 随便举一个例子，啊，随便举一个例子，啊，如果有死人，如果有死人，啊，这比丘戒里面讲，如果有死人，这棺材不可以抬抬这个棺材或者尸体从塔下过，就是佛前呢、啊，这佛前是不能放尸体的喽，就是说任何一个死人，这尸体都不可以抬过去通过佛前呢、啊，好、啊。 如果我们在台湾呢、啊，空间很小，家庭很小啊，家家里当然就是很小啊，啊，一般人没有什么钱呢、啊啊，啊，爸爸妈妈往生以后要放哪里啊？啊，有时候那那那那那那些啊，殡仪馆啊什么都满满的了，那暂时要放在家了，来助念呐，啊啊啊啊佛佛像又在前面了，那有个人问我这样子啊。 我说师傅，我有听你讲经，说尸体也不可以放在佛前。哎、呃，所以啊，要安佛像，要放在死人的前面头顶上面啊，这是佛像，这是佛像啊，这是尸体啊，就是要先见到佛像啊，不可以说佛像放在最后啊，你,你佛像放在这里，这里摆尸体是不可以的，是佛像要往前挪，知道吗？哎，要尸体摆后面。 他说：“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那我们这个客厅啊，那么的小，那你怎么办呢？”好，很简单，我就跟他讲：“如果你客客厅很小，先把佛像用红布遮起来，用红布遮起来。<laughs> 我们到泰国去的时候，刚好有个泰国的高僧入涅盘，入涅盘以后，他因为……” 刚好参访到那个地方，我说：“哎啊，你们这个大殿为什么佛像全部遮起来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跟慧律法师汇报，我们啊长老这几天往生作画，而坐着作画啊作画，然后我们呢、啊、要把所有的佛像遮住，因为我们空间不够大。哦，那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要更大的空间，要更大的空间，如果啊。哦” 假设说啊，我我在木屋那个大殿可以容纳一一,一两千人，我在往生往生。那简单讲，如果要在那个大大殿里面，就必须把所有的佛像通通遮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暂时安错，没办法的办法就是这样子的咯。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变成这样子，变成我们至少一定要佛像全部遮起来，遮起来的时候，这个可以呃摆这个尸体。哦，那我去泰国看哦。 不可以啊！搬这个事狮塔下过哦，塔下是指佛前呢、哦。哦，那我就知道了，原来啊，嗯，佛的戒律啊，在小生是这么的严谨呢、啊，这么的严谨，连扛个尸体都不行啊。这佛字的戒律就是这样子。接下来，有一种戒律啊，在我们北传呢、啊，是没办法持的。 没办法吃的，这比丘啊，不得利，大小便应当选，也就是比丘啊，不能在比丘戒里面有一条戒律是不可以站着小便，哦，这个这麻烦大了。但是这个不能站着小便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就要去蹲呐、啊，就是要去蹲喽、哦，哎，蹲了、啊，你到德国去，他们有一条，德国啊，也是叫德国人尽量。 蹲在厕所小便，男的也是哦，啊，那么我就看到这条戒律，说世尊啊，为什么治这条戒律？因为我看的很迷惑啦，我们中国本来就大家都是站着上厕所，一号这个为什么不能站着？我就去问请示广化律师，这个最大问题在哪里呢？他说，哎、欸，因为凡夫的淫欲心很重。 那男孩子呢，他会常常犯手淫，所以啊，如果你在上一号的时候啊，你会手会去碰触到男根。那男根的时候啊，如果他是好一阵子，他荷尔蒙一直一直一一直,一直慢慢慢慢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会失控啊，所以那个男根呢、啊，尽量不要去触碰。所以佛字的借力的时候，还要加上 那如果你进去厕所还要袈裟，因为他们不穿这个的，他袈裟还要围起来，还不准看自己的男根。那么到到韩国去的时候，他都没有门。韩国的比丘道场那没有门的，就是怕你犯手淫。你去韩国去餐，没有一个厕所有门的。啊，你啊这给你裹了嘛，洗更更了，你蹲在那边就是光光的了。 哎、啊，就是你会害臊，那就减少你犯到这个佛的戒律啊，这样子。所以你上厕所蹲下来，一干净，比丘啊干净；二不准触碰到男根，怕你有淫欲心，哎，防范于未然嘛。哦，那我就知道，哎呀，佛乃是大智慧的人了、啊，佛乃是大智慧的人了、啊。 原来是这样子，借力有他的精神在，原来是如此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这为什么不能立大小便呢？啊！